不知不觉间，中国有了个上访群体，这个群体如今膨胀到800万之巨，这相当于内战中国军的总数。从80多岁的老翁到没满1岁的婴儿，历史造成了京租房和返城人员的问题，城市化扩张的强拆，土地不平等买卖，还有历年政治及公检法冤案。视频中的人，有的已经走过了10年漫漫上访路，凡是能去和不能去的衙门都去了，包括中南海。广场上他们撒过传单，上过各类媒体，进过集中庄，蹲过黑监狱，催生出了一个不是衙门的衙门解访人员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他们求助于新媒体网络，仅期望能有人知道多年来的苦难和辛酸。在批评制度或批评他们之前，请大家先看看每一位不可复制的经历。